欢迎收看《森林之王》导师日记。导师日记。好，现在要考验两个导师的默契到底好不好？好。就看连续题目会。又加。对，又加一次。我想跟你唱的一个概念。对。哎呀，唱的好棒啊！哇。啊。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你累吗？好像是他问我。他说你问他累不对。对，好，他问我你累吗？差不多。说到选秀节目，会想到一二三，森林之王，不是森林之王。好。说到森林之王，会想到一二三，林宥嘉、萧敬腾。嗯，差一点点，他是说林宥嘉、萧敬腾。差一点点，差不多。好，下一题，说到森林之王，你会想到什么动物呢？一二三，狮子。答对了，唯一一题答对了。好，请问全世界最会唱歌的人是谁呢？一二三，林宥嘉跟萧敬腾。不好意思讲，你自己啊，也可以。哦，没，他解释唱歌。全华人地区最喜欢的乐团是一二三，狮子乐团。他应该说狮子。他虽然是选五月天，可是他有预告说萧敬腾会选狮子。最喜欢的女歌手是。一二三，张惠妹。请问 KTV 必点的哪一首歌？一二三，啊，哪一首歌啊？啊！说谎。好，请问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是？一二三，我。他应该不会，他应该不会这个答案吧？我是直觉哦。那你能不能这答案？能。我要告诉他你玩的。说到林宥嘉，会想到哪一首歌？一二三，说谎。请问萧敬腾会想到哪一首歌？一二三，王菲。王菲。太美，尽管再危险。下一句歌词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。终于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，熬着夜，熬着夜。好，请问说谎的第一句歌词是？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。哎呀，唱得好棒啊！哇。看参赛者第一眼会看哪边？一二三。看气息。怎么看得到？观察入微。喜欢被叫哥哥还是弟弟还是老师？我喜欢被叫老师。小哥哥 ，Hello 小哥哥。百岁嘻哈。最嘻哈。嘻哈。这，嗯。突然变得很低。请摆出一个爱心的 pose。一二三。开心。不一样。他比这个。这个太冷门了，一定不会。好难哦！你们就不要学，好不好？你们就不要学。